来呗。你上次有加阿凡他妈的 LINE 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就是加给他，就跟阿凡讲而已。没有，就是那个谁，那个加肖恩组长，他就是跟阿凡他讲好啊，他妈把东西放到这个，然后直接就跟关键。你帮我拿个东西过去吧。拿东西过去，给他妈了。等你后手也可以拨啦，不要只用前手拨，后手拨前手打自己抓一下。然后有拨挡闪嘛？那你现在这拨挡闪做的都没有很确实，就是打跟退脚步，然后推人。你说连击的话，刚刚是没有啦，就是如果是全开。跟嘉文打，好，来组成下来，一样跟他练，练直拳，只有直拳是打的，先着装再结束，下来不用下来了，对，跟嘉文先，你们。